等一下看搭哪个位置。山景很美。天气很好哎、欸。来做早餐。那可是不可会收小鱼吃吗？会啊。熊熊已经在吃了。受伤的孩子。在这里玩，这边有洗手槽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个独立冰箱。反正平日就是很好，老板就是坚持一张包区。除了洗澡远一点要走下去，然后上厕所就还好，这边有独立的厕所。里面还是免治马桶。我住两天。宝文想发言，他住两天。他一直说他想把那只树枝虫带回家。他真的像超像树枝一样，树枝虫。好，你看超大姑婆芋这里，好好看的姑婆芋哦。爸比说要带他们剪柴。熊熊，你这个超陡的，去那边。那爸爸要烤肉给他们吃了。Thank you.
了云，云开始往上冲。云很美耶，爸爸一直要喂食他们两个。一个下午什么天气都有，现在又出太阳了，他们在自拍。你看太阳又要出来了，越晚越亮。熊约我玩雨伞，你要转圈圈啊，那你要找姐姐才对啊，你怎么找我？说悄悄话，他在我旁边。好，姐姐在哪里？姐姐在那里面。好热。你是很热，所以撑伞是吗？姐姐在抓什么？蛋毛。蛋毛。上面都是种满樱花树，整个山这边都是樱花树，这边全部都是樱花树，也有星星，也有星星，对啊，我们昨天晚上看到超多星星的。